去日本看就已经很那个了，就是来这里看，哇，都是几万几万，所以这一千有找啊，是吧？多少多少？你说多少钱？三万四啊，所以一千有找啊，3万4是吗？我算错，一千多块，所以这样一整台一千有找，对啊。怎么可以？这真的是爆炸品！一千多块啦，一千多啦，两千有找，可是一千有找，差不多啦，一千左右啊。这是不是展示机啊？因为它旁边写了一堆怪怪的字，哎，什么叫怪怪的字啊？那你这几台都是展示机？不是，我的意思，它有特别 mark。哦，可是没有啊，这个是20000啊，所以表示展示机是20000吧？那不然这个也30000啊，这全新啊。啊，重点这个需要滤芯的吗？你要换滤芯，你就查一下就知道了、啊。你说就不用换滤芯了、啊，也可以啊，我们就过滤再放进去也可以啊，反正都有办法嘛。那也不错啊，可以小一点。这个、啊、你可以研究一下，这个比较小的、啊，我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。那你可以拍起来研究。我现在就在，你手机拿出来拍，我这个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生出来。这是它的滤芯是吗？给你拍啊，你想要就是这台用的，这个这么大，看起来那么大一根。你想要干嘛的